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，今天要继续介绍手游 Free Fire 5要活下去的 FAMAS 突击步枪吃鸡的攻略。这是新增的这把突击步枪呢，主要是法国军队和法国外籍兵团他们在使用的枪械。这把枪的发音就要比较像法文的发音法，就是 FAMAS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这把枪的特性吧。好，这把 FAMAS 突击步枪呢，目前在地图中可以随机的取得啊。它装备是步枪子弹，然后它可以装备的东西呢，除了补偿器、握把、破空弹夹以外，瞄准镜也是可以装备的。好，这边的话我先试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今天没有装备东西，单发开枪的话呢，就是三发子弹，它开一枪就是三发子弹，对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好，再来我们测试一下就是连发的部分。好，这连发的话就是你连按攻击键它就会连发了。目前的话你开一枪就是三发，跳射也是一样，然后你要连射的话就攻击键连射就可以了。这把的话也是要算点发会比较准一点啊，就是说它开一枪是三发嘛，然后如果你看到敌人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可以搭配开镜精准去使用，这把枪会比较高性能可以去做切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实战吧。好，这一场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拿到FAMAS的，所以我是先用散弹枪，然后这一样是我先玩完后我最后再讲解说我怎么打这一场的。好，现在因为前面有个包啊，我要先确认一下有没有敌人。好，看到FAMAS拿到了 OK。 他近战的话我觉得射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啊，所以可能 AKSCAR 跟 M4A1 会比较有优势一点，因为近战的话毕竟他们速度攻速还是比较快的，他攻速稍微比较慢一点，不过稳定性来讲，看官方的情报来讲，他应该是稳定性比较高，远程的部分，所以适合远程，你如果用开枪精准是还蛮准的，是可以爆头击杀敌人的。好，敌人下来了。这里的话我选择用散弹枪是因为距离比较近，我可以直接击杀个敌人。好，这边先吃补包。好，确认没有敌人以后呢，再前进去捡东西。好，这个敌人的装备捡的蛮多的，所以这个玩家就让我拿到非常多的资源。好，现在要开始玩这把枪了。然后巴马斯的部分，我建议推荐是可以搭一把冲锋枪或者是散弹枪，这样你在近战的时候有一把射速比较快的枪来辅助。远距离的部分跟中距离都是用巴马斯来击杀敌人。好，这边我先配一下装备，把一些多余装备先拿掉。现在子弹其实还蛮多的，250发。好，现在因为圈在上面啊，所以我决定先往上面走了，上面敌人应该会比较多一点。他开枪的话是三发，所以说你们有看到敌人的时候，你们就不是一枪一枪开啦，就是可以点射的感觉，只是他一个应该说一发子弹出去就是三，应该是说按一下三发子弹啊，所以说他的弹着点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说会比较扩散，打到位置上会比较容易打到敌人，可是攻击力的话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装补偿器啊。好，真好，这场超多三级背包的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补包啊，补包只有一个而已，如果跟敌人作战的话我可能损血，我吃完一个补包就要跑了，不然血会不够。好，看一台车子了。好，没有瞄到他，他这车速还蛮快的。好，没有中。其实远距有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飘飘的啊。好，有敌人在上面，在树后面。好，先吃个补血。像这边的话都没有遇到香菇，我觉得 B 大街香菇还蛮少的。好，现在看到他跑出来了。他丢手榴弹，不过应该炸不到我。现在等下探头，他探头了。好，攻击的话呢，大概11到18滴左右。我这边想要看要不要改一下精准模式。现在想说先走好，又没有补包，我血剩122滴，他应该补血。如果他满血的状况下，我这样打的输的几率比较高啊。所以我还建议大家，如果没有补包的状况下，你遇到敌人他躲起来不出来那种，你就先走了，先去找补包，然后有机会有缘就会再遇到了。现在前面有个空投，所以我推测呢，刚刚有一台车子有可能会去那里。
赶快去捡空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车子来了。好，通常空投出现就会有车子出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击杀这个敌人。好，惹到他了。OK， 击杀。这边的话，我是直接快速按攻击键，然后让它造成一个连续攻击啊。不然如果你今天只按一下的话，它一次走三发，你就打不死敌人了。所以要按很快。好，这边可以拿到很丰富的资源了。我缺的补包这边都有了。好，这一场的话，我就是配散弹枪搭发马斯就好了，我就不拿 AWM 了。好，先确认有没有敌人。因为刚刚那敌人在上面那个位置30的方向啊，我只在确认他有没有过来。如果要过来的话，看看可不可以击杀他。好，先走。我现在有吃香菇，所以香菇会帮我补一些血。我可以省一个补包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敌人了，在工厂的左上角里面有个敌人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去抓他。然后一样要担心他来抓我，所以我这边用竞走。有些敌人看到目标物会直接过来抓，所以说你们自己要小心一点。像我现在是要抓他，所以我要看，因为刚好看右边有一个，然后左上方一个。像侦察机的功用很好啊，就让你知道附近有没有龟兵啊、伏击兵啊，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击杀他们。好，这边我先不要造成脚步声，然后看起来没有出来啊，所以我就直接跑了。好，看一下在哪里。刚刚是侦察机在这个角落。好，我要跟大家分享工厂这个区块，然后外面那边呢有很多高架，很多敌人会躲上面，因为我这边拍伏击术，我也都躲上面，所以呢，好看到他了，果然在上面。这边我会选择开镜精准，是几秒？他目前没有发现我。好，有一发是造成爆头打到84的攻击力。好，先调回来预设。开镜精准的状况下，就是敌人比较静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开精准，它在爆头的方面瞄得比较准一点，自己瞄，所以说会比较准。然后预设就是辅助瞄准，辅助瞄准有时候会瞄身体。好，很好，拿到四倍镜了。这里的话，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装备，看我缺什么就拿什么。好，先看有没有敌人。有时候敌人忽然间跑出来了。就在360度环境看一下有没有敌人，然后最后再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但这装备是手枪的。好，我的发马斯目前已经全配了，全部都紫色了，都是三级的。好，现在往下走。打卡敌人。好，击杀。这边其实我觉得巴马斯有时候他那个射速会有点停下来，可能如果你们玩习惯 M4A1 SCAR 或 AK 的话，玩这把枪会稍微比较不习惯，因为他是毕竟他开一枪是三发嘛，所以他连就算连射也会有点断格的感觉。没办法，就是砰砰砰砰砰砰这种一瞬很顺的就打下去，可是他就会停顿一下。敌人那台车，好。他开进工厂里了，好，这个就不追了，因为现在准备快要缩圈了，我要先找到好的位置。有些敌人如果说今天是开车之类的，你就不要追了，因为跑太远对自己没有优势啊。你就算击杀他以后，你还是要跑圈，然后跑圈又被其他敌人打死啊。所以今天如果说有安全区出来，你就先进安全区，找一个好的位置再去等他们进圈再来击杀，是很好的。好，到 P 城了。目前还有4个敌人，击杀5个敌人。好，我都会看一下那个窗户上面是有人哦，有敌人。好，击杀。哦，一台车过来了，等一下哦，他可能会撞我，先跑到房子里，先躲房子。像有玩家问我说怎么躲车子的攻击啊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建筑物跟障碍物。的位置，他就不会过来撞你，他通常都会开走，不然就下一个你拼枪。如果下一拼枪的话，你就换散弹枪跟他拼枪。好，他开走了，抓他一下。我反正觉得巴马斯在打远的时候还蛮准的啊，打远还蛮稳的，就是
跟比如说 AK 来讲好了，或 SCAR 之类的比起来，他打远我觉得还蛮准的，远哦。可是中距离的话还是就是会有断点嘛，可是远距离的话他的怎么讲点发的感觉是还蛮准的、啊、大家再自己试试看啊，因为每个人玩的枪支的感觉都不太一样，我真的只能分享我的感受啊。这把枪的话要吃鸡是没问题啊，只是说你要习惯它的特性，因为它毕竟你今天按一次攻击它只有三发。好，这边先捡到一些装备，五包八个子弹数的话有288发，是非常够的，已经够我最后到决胜，然后也是三级盔跟三级防装全部拿满了，目前击杀六敌人，剩下两个敌人。好，所以两个我不确定在哪里，所以要稍微找一下。我看到敌人，好，他散伤散去了。我这里的话呢，会写开机精准。像如果他定格的话，我就可以瞄他的头部，直接做爆头击杀。好，看有没有停下来。先故意开一枪。好，开枪有时候敌人就会停下来，看敌人在哪。好，再低一点。好，真没有造成爆头，不过远程攻击的话呢，刚刚大概是造成19的伤害，一发是19。像这个距离已经是四倍近的，算是紧绷了，就是最远的。如果你要再打到更近，就是更瞄更紧的、更准的话，是有点困难的。好，刚刚我推测有一个敌人应该躲在这，因为刚刚这台车的主人应该不是左边那一个，因为不太可能他车停这边，然后人跑到左边去，跑那么远，所以他应该在空投附近。我推测是最后一个敌人在那里，所以呢，我这里就可以稍微去搜寻是不是在那附近的树后面，然后圈是说我这里。所以他一定要出来，这时候就不用去抓他了，你就等他出现就可以了。这我先调预设，因为我要试一下辅助瞄准跟开枪精准的感觉。剩下20秒，其实可以等到缩圈啊，他一定会出来。好，出来了，好，快死掉了，他没有血了，他残血了。真的打这个四倍距离还不错啊，还蛮准的四倍。好，击杀四击。好，最后是八杀四击。OK， 方马斯这款这个突击步枪的部分呢，就交给大家去体验看看了。它主要还是要掌握它的一些射程的技巧啊，因为还是要搭配你的走位跟点发跟研发的感觉，就看敌人的类型是怎样的敌人，你去交战的时候就要去做变化。好，今天的攻略呢跟情报呢就先接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喜欢，可以直接订阅我，后面我会继续接到 FIFA 有攻略的情报。如果想要看更多的攻略的话，影片的下方都有连结，大家可以去看哦。那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拜拜。